接着也是一些简单的练习，请问你 PSI 多少叫普通？那我们跟你讲过，五十以下叫做良好，一百以上叫做不良，所以谁是普通？就是五十到一百叫做普通，不是背的，不是背就对了。学测考这种题目的时候，它通常不会用死背的方法考，不过你该背的还是要给我背起来。对不起，你们现在要不叫学测，你们叫会考。会考考这个时候，他不太会用这种纯死背的方法考，我就会告诉你。但是你该记得还是要知道。好，请问你，我告诉你 ，PSI 有监测五样东西，哪一个不是他监测的？你看就知道了，因为那玩意很正常、很普通，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帅哥美女，我们请可爱大帅哥，不对，大美女十号。可爱的十号 ，C 啊、哦，请坐。你选的叫 C。二氧化碳是一般空气中的物质啊，当然不会叫做空气污染物质啊。正常大气就会有二氧化碳嘛，所以当然不会是它嘛。所以呢，就是二氧化碳，其他都是我们监测的。请问你乌烟瘴气就是那个母乌龟啊，那个乌烟瘴，我上次讲过了，那什么玩意，就是最近很流行的那个东西啊，自从柴静大小姐拍了片子之后，就最近很流行要讲的玩意啊，谁呀、啊、来，我们要找一位大帅哥了，这位大帅哥叫做二一，起立，起立啊，谁呀、啊、？A B C 猪谁呀、啊？不会哦，五四三二一，不会哦。哇嘞，你是怎样？去一趟国外就昏头了、啊？悬浮为例嘛，柴静小姐拍的《穹顶之下》，现在悬浮为例很受重视啊 ，PM2.5 啊，那小小的颗飘在空气中，乌烟瘴气啊。这个玩意啊，记得就可以了。这就是给各位做有关于空气污染的一些小小的练习。